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喝咖啡。你们家咖啡太贵了。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，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就是来看蛋糕的。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。哦，多种经营啊！来双鞋。没有。郭哥，你怎么总这样啊？跟你开玩笑呢。我来看看。嗯。哎呀。来买蛋糕，我不光买一个，我买好几个。那你看看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。嗯。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？不配。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。买蛋糕人家得回去，人家怎么吃啊？我们真不配。你们卖手抓呀？我们那个在这儿呢。什么？刀叉呀？你看。这么贵啊？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。明白了，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。我只买蛋糕。那您先看着啊，郭哥，我去结个账。你好，一共120。一号。嗯。三号。四号。大的给张大爷。慢走啊。中的给我媳妇儿，小的给我家女儿。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。哎，小姨吧，呀，小米粒儿啊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买蛋糕啊，他家蛋糕不打折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、啊、你也来买蛋糕啊？啊，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？啊，今天是80岁大寿，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。啊，张大爷80大寿啊？啊，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。不行，他糖尿病，不能吃多。哦，那我送给什么呢？你送一包糖吧。啊？送给李大爷，李大爷血糖低。那张大爷不生日吗？你真想送？嗯。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。哦。哎，不对啊，小姨夫，张大爷过生日，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？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？哦，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，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，不送刀叉，然后都手抓蛋糕，弄得满哪都是。明白不？哦，明白了。你要是太贵，你不想送就算了。谁说我嫌贵啊？我必须送。我看看。哎，哎，这个就不错，真好看，就它了。看了。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，回家取去吧。哎，小姨夫，你先挑着，我回家一趟啊，一会儿回来。哦。给你放那儿了啊。你放那儿吧。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？没了。完了，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，吓跑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姑娘。我看中了一号、三号和四号蛋糕，一共多少钱？16000。多少？16000啊。16000？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、啊？哎呀，16000不贵。不是，你干嘛呢？你别吵吵。哎呦，那个对不起啊，哥哥，我这打电话呢。吓死我了。一个蛋糕卖16000，我一辆摩托没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这还有急事呢。一号、三号、四号蛋糕，快点快点，给我算算，一共多少钱？6000。你是不是打电话呢？啊，那个郭哥，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、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买啥沙发呀、啊？快点的。啊啊，哎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，我还得卖蛋糕呢。哥哥，你看好哪个沙发了？您看好哪个蛋糕了？一号、三号、四号。行，我给你打包啊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320。哦，这还行。您的蛋糕真漂亮。20。嗯。300。123，正好。好嘞。太好了，姑娘。嗯。打完折了吗？已经打完折了。还能不能再打？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
给，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。太够意思了，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。谢谢啊。嗯，放这里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蛋糕买了，饶了一个。住口！好吃吗？咋的了？您交钱了吗？不交了320了吗？你那320是这三个的，那个还没给钱呢。这不是饶的吗？饶的，您快饶了我吧，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。为啥呀？这蛋糕多少钱啊？580。你们什么店呢？啊，郭哥，您来这儿看，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。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。我吃了个猴啊。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。你起来，我从这儿拿的。我看，妈呀，齐天大圣584。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。哎，你们这什么？算我倒霉，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，都是为了吃唐僧。我妈吃猴，我找死了我。